得知你要来，而且是要跟大家聊拍戏的故事，有一位演员他也来了。他说听说肥龙还觉得自己演技不错，我想跟他切磋切磋。有本事你别给我比演技，你给我比胖。他现在在大屏后面，我们先跟他聊几句哈。这个你好，三位主持人好。哎，你好，肥龙好。哎，老师好。啊，你好。听说你想跟肥龙切磋切磋演技啊？啊，不敢说。是。那我问一下，你演戏演多久了？我是从那个1988年开始演第一部戏。88年？对，这一晃也差不多有30年。我88年出生的。你88年出生的，人真是从你出生就开始演戏了。那我问一下，您都跟什么演员拍过什么样的戏啊？我拍的戏是挺多的。哦。那就麻烦导演放一下我曾经拍过的片子的片段。哇、哦，直接看片段来。师父，他们是天地的灵魂，是风，是雨，是雷，是电，他们是自然的一部分。哎呀，姑娘，哪有这么多啰里啰嗦的周折呀？啊，我看你弟弟也忒不爽快了是吧？赶快让他出来见我们，我们是客人。告辞，不忙。大王要小城带太子看一样东西。太子不看会后悔的。坐好，坐好了。哎，大师，哎，大师息怒。谁不知道俺老孙是有名的贼头？哎，俺老孙当年、那宝贝是地仙之物，小生是鬼仙，也不曾有人敢与我分享。今天碰到你这个贼土地，大师息怒啊！吃了一个果子，碍你什么事儿了？刚打的果子就被你捞了去，我打！哎，大声慢着，哎，看那边。啊。都是特型演员啊！对，大家都看过他的戏吧？来，我们掌声有请他，好不好？来，有请江轩。有请主角。张老师今天是要来跟肥龙切磋切磋演技的。对，本身我们俩都是演员，我只能跟他切磋这个演技了。别的我要跟他比划，我肯定我是不敢比。张老师，您现在我跟你开玩笑了。身高体重是多少？我身高是，哎，不好意思说，我太惭愧了。对，说嘛，不一样比。我是1.15米，嗯，115，体重是公斤是25公斤，市斤是50斤。哦，肥龙，你身高是？我身高175，然后我一条腿好像是50斤。